人玩的。怎么回事？看来前面还有雷。哎，别走太近，小心地雷。长毛，你是怎么踩到雷的？这是个环形地雷防御圈，是小鬼子的杰作。宁先生。现在怎么办？先把钢盔放在背包里面，把铲子拿出来。对不住啊，兄弟，让你受累了。万一失败了，还得陪我一块死。然后呢，把铁锹塞到我脚底和地雷中间。手别抖，你别乱动，我可不想被炸死。现在干嘛？现在把背包放在铁锹上，动作快点，手别抖。然后呢，把防弹衣放在背包上，所有。接下来干嘛？我要换脚了，你躲远点，你小心点啊。你小心点啊。现在怎么办？做个网绳压住防弹衣，只要压力固定，我就可以下来把这雷拆了。